静结婚后肚皮动静备受关注，终于她在九月用了爱心加爱心等于礼物的符号宣布自己怀孕，让粉丝兴奋不已。30号她晒出怀孕后全身镜照，照片中她戴着帽子和眼镜，身穿长版上衣，坐在楼梯间挽起下衣失踪，露出一双纤细美腿，虽然有孕在身，看起来却一点也没长肉，完全看不出来是个准妈妈。看完太不科学的身材，网友纷纷惊呼，这是怀了孕的身材吗？这腿真的太扯，尤其看到有人喊话好瘦啊，多吃点，还掉出唐嫣亲自回复吃不胖系列，也是很无奈了。这种无奈真的不是人人都能懂啊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